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向远处看，你会发现，无论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，紧握着日月旋转的风云人物，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夫野老，格局决定着宽度和高度，更是影响着未来的走向。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易安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，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爱因斯坦说过，弱者报复，强者原谅，智者忽略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，有些弱者总是难以释怀，一心想要报复别人，在不知不觉间也活成了恶人的模样。有些强者往往能看到事情背后的原因，能真心的谅解别人，修得善心，而那些智者却能忽略一切，专注于自我，最终笑看人生。其实这恰恰应对了为人处事的三种立场和人生的三种境界。你能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别人，就决定了你最终能抵达怎样的境界。弱者报复。去年冬天，幼儿园老师给表姐儿子布置了一个作业，每天练习拍球。表姐怕外面冷，就带着儿子在家拍，想着才晚上八点，也不会影响到别人。不巧邻居老刘上一点的夜班，这会儿正在睡觉，被吵到了，很不爽，就故意在12点左右搞动静。几天后，表姐一家受不了，姐夫找老刘商量，结果双方互不让步，不欢而散，从此两家杠上了。两家先是抢占楼道里的公共空间，表姐把旧电动车放了上来，堵得老刘过路很不方便，老刘就用烟头烫死了表姐种的花，表姐就直接去扔老刘的东西。后来老刘急了，有天晚上出门时故意开着音响放了一晚的歌。一晚没睡的姐夫第二天就去找老刘理论，两人一言不合就在楼道里打了起来。小区保安赶到的时候，两个鼻青脸肿的人正在地上撕扯，楼道里一片破败狼藉。最终双方都进了警局，闹得人尽皆知，赔出去好几万不说，还搞得一身伤。表姐一家对邻居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异向立场，就像是小孩对待抢他玩具的小朋友的态度一样，不管什么原因就去抢，就去闹，一定要让这个小朋友还给自己才满意，这是一种低级的处事立场。一遇到问题就诉诸于情绪，常常是冤冤相报，两败俱伤，还会让内心越来越狭隘。这样的人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。古时候有个年轻人很精明，从来都不愿意吃亏上当，他做什么都要精打细算一番，生怕自己吃亏。他了解全城哪家的衣裳便宜，哪家酒楼菜量多，但这样的算计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，反而还让他陷入一种害怕吃亏的焦虑中，遇到很小的事情都会耿耿于怀。有次他出门吃饭回来，发现自己兜里的钱数目不对，少了2两，他便去找酒家，酒家的小二和掌柜都说没有收错钱，于是他沿着回家的路去找，但一无所获。回家之后他一直闷闷不乐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有一天他觉得太痛苦了，便叫家人请了大夫给他看病。大夫说他这是心病，需要他自己打开心结。他才恍然大悟，这区区的2两钱居然让自己痛苦了这么久。从那以后，他便不再事事精打细算，耿耿于怀了，他的身体和心情也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强者原谅。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，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表现不错，领导对我也很放心，经常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我。有一次公司要举行一个合伙人会议，领导要上台演讲，
不过他当时很忙，没时间做 PPT， 就把文稿发给我，让我做。结果我把其中很重要的一页里面的公司名字和数据给打错了。领导当时也比较着急，草草看了一遍，也没发现错误。结果会议当天，很多合伙人看到后，就拿这事儿调侃起了老总，让老总很丢面子。回头，老总把领导叫到办公室里，狠批了一顿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当我看到脸色涨红的领导时，心想这下完蛋了。可领导并没有对我发火，而是苦笑着对我说了一句，这次错不在你，是我疏忽了，不要有心理压力，小伙子犯个错很正常，不过以后做事一定要细心一点。听完这句话，我内心满是感动和愧疚。从那以后，我干活越来越用心仔细。最近听说这位领导又升了职，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意外。领导对待我的立场是一种设计立场，就像是一个人对待一块不走的手表，他不会因为上班迟到而去惩罚手表，而是从自身找原因，理解手表不走是因为自己忘了上弦，这是一种高级的处事立场。凡事冷静看待，能从背后理解到别人这样做的原因，为人豁达真诚，内心强大，这样的人就是那些生活中的强者。智者忽略。二战期间，甘地因不忍被英国殖民者残酷压榨，想要带领印度民众把英国人赶走，可在当时，这个想法无异于做白日梦。当时的印度极其落后，各种宗教纷争不断，很多人徘徊在饿死的边缘，想带领这些人去对抗英国的飞机大炮实在荒唐。但手无寸铁的甘地做到了，他召集了一群赤手空拳的平民去英军驻守的地方无声抗议。他告诫大家，无论英军怎么打我们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英军看到后就开始暴力镇压，拿枪打他们，拿刀砍他们，他们既不还手也不闪躲，只是一直向前走，倒下了就接着爬起来，死掉一个后面接着补位，无数人头顶鲜血继续前进，一点都不在乎英军的伤害。他们身上显现出一股无形却又无坚不摧的力量。后来这事传回了英国，很多英国人觉得这太过残忍，绅士风度丢尽，也开始抗议。同时追随甘地的人越来越多，英国高层最终受不住各界压力，撤出了印度。爱因斯坦得知后禁不住感慨，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。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伤害不在乎，甘地正是以一种物理立场来面对这些英国人，这是一种高级的处事立场，不为外界所扰动，就是用一种纯粹客观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，越不在乎越是强大，正如佛教中的无为一样，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智者，世界因他们而改变。朱利安·阿桑奇说过，故事就在那里，关键是你所看到的是哪一个故事。想要成就更高的人生境界，就一定要先学会改变自己的立场，让自己脱离低级情绪的烦恼，脱离冤冤相报的轮回，像强者一样思考，像智者一样行事，这样便会清风自来，成功在即。愿你成为这样的人，与朋友们共勉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，依然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